如果你遇到困难，刚好走到我们店门口，请不要客气，吃两片付0.01元。这两天真的太苦恼了，大家都别骂我了。大家好，我大鹏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山东济南，这个地方是大明湖西南门，叫同源居前街，好久没有来这条街了，看一下。如果你遇到困难，
怎么说呢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填饱肚子。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好好。